减少花大钱买重机，却始终不肯骑出门。简哥这辆车有100个理由不骑哦。下雨天绝对不骑，太热也不骑，路况不好不骑，没有睡饱精神不好，睡得饱不骑。你100个理由，包包括塞车时间。当然包括了，开车也不骑，人多不骑，车多不骑，车况不好不骑，没睡饱不骑，晚上更不骑，视线不好不骑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朝。